The Mommy Corner 我们来堆雪人吧。一个大的雪球，我需要一个大的雪球来做雪人的身体。一个小的雪球，我需要一个小的雪球来做雪人的头。两个纽扣，我需要两个纽扣来做雪人的眼睛。一根胡萝卜，我需要一根胡萝卜来做雪人的鼻子。一根香蕉，我需要一根香蕉来做雪人的嘴。两根树枝，我需要两根树枝来做雪人的手臂。三块石头，我需要三块石头来做雪人的纽扣。帽子，我给雪人戴上帽子。围巾，我给雪人戴上围巾。手套，我给雪人戴上手套。现在我有一个雪人，你喜欢我的雪人吗？我们再说一遍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一个大的雪球，我需要一个大的雪球来做雪人的身体。一个小的雪球，我需要一个小的雪球来做雪人的头。两个纽扣，我需要两个纽扣来做雪人的眼睛。一根胡萝卜，我需要一根胡萝卜来做雪人的鼻子。一根香蕉，我需要一根香蕉来做雪人的嘴。两根树枝，我需要两根树枝来做雪人的手臂。三块石头，我需要三块石头来做雪人的纽扣。帽子，我给雪人戴上帽子。围巾，我给雪人戴上围巾。手套，我给雪人戴上手套。现在我有一个雪人，你喜欢我的雪人吗？For more videos, click the like button or subscribe below.